到菜市场，北堤路的菜市场，我们买那个北堤饭团。我上次没有买到了哦，上次这次有买到了，来看一下饭团。先喝吃一下饭团了哦，我再拍一下饭团。全家多少钱？35吧。35便宜，来蒸干看什么好，它评价都不错，来你的蒸干。忍耐一下吧。太烫了，要怕等下麻烦我不要去怎么办？哦，说的也是有道理，拿卫生纸垫一下吧。还是饮料帮你拿了，饮料红茶早托。这边中午的时候，很多人在买午餐呢，真的啊。中午的时候，那你蒸一下，我拍一下照片吧，来，好，上午。那你咬一口吧，我再拍，看里面的内馅。好，拍一下内馅，看起来不错啊。原本要吃阿发的，结果没开。觉得怎样？味道怎样？还不错。还不错。特地来这边呢、哦，特地来这边拍给大家看。35+15多少钱？50块啊，50块就打发一餐啊。再拍一下内馅，来，感觉还不错了，我看料还不错啊，算好吃的哦。味道不错。啊？味道不错、哦。你觉得哪一家会比较排第一名？要讲第一名的话，你觉得哪一家会排第一名？金门啊，饭团。我又没有每天去吃过。啊！我又没有每天去过。没了，我说要把你所吃过的饭团来排名，你觉得哪一家会第一？嗯？哪一家呀、哦？哎、欸，哪家都不太那个，做那个不一样。都不一样哦。那我咬一口看看，那馅那馅呢？它的。是这样子，他们吃到肉哈，真的有看到肉了。在下面的。好，可能把那个，那、哦、我要吃一口看看啊。要叫我按压呀。我压一下吧，哈，压一下，不然它会解体。压一下，压一下。我先吃一口。再拿着。放不好拍，拿手机拍就这样子，我要一口东西。它那个肉鸭好脆哦，咔咔咔的声音，那米饭也不错吃。我想到它应该，很像有一个长条形的，然后黏黏的 ，Q Q 的。重点是它不会太干。嗯，又不会干。比较不会那么干了、啊。我在还没吃到肉。嗯，蛋也是有水准，有点像张妈妈。那件算比较适中的、啊。这件也好吃，嗯，要是列排名的话，张妈妈第一名，这件排第二，然后阿菊饭团排第三。嗯，好，卖吃到肉的部分，再咬一口看。
有吃到肉，汤豆煮的不错，应该不会像张妈妈就是那种甜甜的感觉，也有带点甜啊。那整体蛮适中的，这算是一个好吃的饭团，台式的，真的还不错。好，我们要用餐了 ，OK， 我拿着。哎、欸，红茶没喝哈，那红茶不好喝啊。我喝看看。欸、好喝，那东西真好吃，好吃真的。连陆续人在那个的 ，OK， 好，这边里面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好了，我们来到那个京城的龙凤美而美 ，OK， 在北镇庙这边，我们到北镇庙这边老店了，这个经典的是不一样的哈、哦，今天点的是，看一下葱抓饼嘛，这个猪排蛋葱抓饼，40块。它这个我刚刚喝了，它这个味道哈，红茶都适中，可以，还不错喝。不过刚才那个吃的那个饭团那个更棒，那个红茶超好喝，而且超冰的。OK， 来吃东西了，老店，上次有吃过那个哈，我上次有吃过那汉堡还不错。老店生意太好了，汉堡都没有了。嗯，对，生意太好了，看到没有？试一下这个猪排蛋，这猪有猪肉的，咬一口咬，然后呢，有蛋加猪肉的，价钱蛮便宜的。哦，怕会掉下去，一口下去了 ，OK。啊，等下把镜头转过来，看我，不好拍。上次在播那个，我刚刚那个是老店，就是老店，好吃，嗯，感觉那个台湾味，嗯，它这外边是酥脆的，然后有点带点软嫩，香气十足，跟这有点恰恰感觉，很棒，嗯，挺好吃的，刚出的蛮好吃的，煎的香香的。对，嗯、我刚才他把卖光了，上次有拍过了哈。你看，他猪肉哈，我觉得汉堡肉很有味道。哎、欸，小众可能。你要吃什么？小白家哈。葱瓜子蛋啊，蛋肉。老店，哎、欸，小众可能。哦。他虽然是猪排肉，可是对。那酱还不错，辣椒，咬一口，脆脆，嗯，哦，老板娘很有功力，嗯，很会煎，嗯，虽然不好拿，它煎的很香啊，我这餐就加点好料，是哦，嗯，我拿不好拿，好过你耶，好喝一下。哦，上有开单，有开单。老板，自己一只手不好拿啦，而且那个哈，而且那个我吃了袋子。啊，要不要看？
我看汉堡都好吃哦，那蛋哦，它蛋很会煎耶。上次吃过一次，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就是就跑来这边吃了。这是换他其他系列的。OK OK， 还真不错。OK， 好了，明天就结束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好不好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